也算爱情长跑，长了一段时间啊，今天我在神的跟前，也在众人的祝福的下面啊，来举行结婚典礼，也恭喜啊，洪家、郭家啊，成为啊新的亲戚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啊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。每一件事情都说好，看创世纪第一章，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到最后的时候，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啊，这个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。乔普断火啊，非常的好，上盖好，上盖这个。可是很特别的，到了第二章，他说。那个男人独居不好，一个人啊，孤孤单单的，看到很多的那些动物交给他们管理，都是一对一对的到他的跟前来，可是他那一半一直没有出现，他可能等待很久，神什么都好，怎么好像有一件不太好？神自己也宣告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神就。让这个男人沉睡，从他的肋骨那里取出来一根，造了一个女人，就带到男人的前面。这个男人一看到他，就满心欢喜。他发现他所要的，他所等待的已经来了。子阳有这样的感觉吗？一开始出现从啊，爸爸啊，把他牵过来啊，交到你的手里。好像爸爸就代表着神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女人。当这个男人看到她的时候，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他说：“她这个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要称她为女人，时间要成为你的女人。”哎，真是很宝贵。然后神就宣告说：“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。”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非常大的奥秘。一个人到一个程度，他就成长，他就走向他的目标，他的使命，走向这个世界。神交付他啊，成为人，成为啊一个女人，一个男人，非常宝贵的使命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看着他所造的，就赐福给他们。跟他们说，说什么？说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。不要叫你来管理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，百兽，海里的鱼，所有的都交给人来管。这里面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就讲到，这是一个祝福，神造的就是福气。神为了爱的缘故，我们爱念的爱，就是爱的诗篇，哥林多前书。很多人虽然还没有信耶稣，他知道这个事情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非常奇妙。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，有父母的爱，有伴侣的爱，有朋友的爱，有邻居的爱，有弟兄姊妹的爱，哇，有各种的爱的时候，你的心就非常的满足。我昨天晚上才从大陆赶回来。不敢留的原因，就是为着参与你们的婚礼，为爱来做见证，这也是一点点的爱，做牧师的爱。十点钟才赶回来，但是很高兴，现在一大早赶去龙山，然后出来迎娶淑娟，这个神山的归属就要先进房。所以他们现在连戒指都已经戴好了，已经入房了。我们在这里在神的跟前来举行这个教会很宝贵的一个婚礼，是非常宝贵的。这是一个祝福。你看我们华人或者说中国人、客家人都要怎么样？过年的时候就贴一个福字。哎，最近几年很多人干脆把福倒过来贴。意思是说，福气已经倒下来了，已经到我家来了。从哪里来？上帝说，从他那里，他是
一切祝福的源头，因为他造了世界，他造了我们，就好像孩子在父母的手中就得到特别的爱，这是很宝贵的，像是不是？连猫狗都会爱他的孩子，没有人教他，没有人教他。他喜欢讲啊，我们家有养猫，有一天，哎，他的母猫就在我女儿小女儿的床上，他非常喜欢猫，哇，他跟他一起睡，就生了一窝的小猫。哇，小孩子知道了这事，大家连邻居的都要来看这个小猫。可是第二天小猫不见了。我祖母以前也喜欢养猫，我知道猫到哪里去，我就去找，我就到三楼找，哎，给我找到了，在一个最偏僻的角落，他把他的小猫怎么样，一条一条的藏起来，藏在那里，想在那里坐月子的样子，啊，在那里保护他，要爱他，要养育他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会保护他的孩子，因为神就是他。所以爱是婚姻，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课，最重要的。所以婚姻，神有说一段很宝贵的话，就是说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你看两个相配不相配？哎呀，上次订婚的时候，哇，在女方的宴席上面，哦，然后说真相配，一直夸赞他怎么样，感谢主。要两边，哎，我们在年龄上，啊，在身体上，啊，在思想上，啊，在沟通上，在信仰上，在各方面，你越相配，你的婚姻就越容易使用。婚姻是一条蛮长的，你要用很大的爱心来适应这一条蛮福的路。甚至说，天堂是努力的人进去。不是随随便便进去，你很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，也更是要认真的面对你的婚姻，你会进入到婚姻的天堂。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人生就是一个爱的功课，虽然在世上不会永永远远，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，永远的家。第二个，婚姻是一个帮助。对，当你很爱对方的时候，很喜欢对方的时候，你就看那些男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哇，那女孩子要过桥，还要过哪里，他就要牵他的手过马路，还要扶他啊。出去郊游的话，哇，中的都是男生背，对不对？哎，女生，哎，有时候会想说，我愿意一辈子帮你煮饭，我帮你洗衣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帮你治理这个家，互相。这是神的预备，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这样帮助的心就出来了。不是得到一个，哎呀，长期饭票就好了，哇，不是掉了，掉了一条放在楼子里面，再看外面还有没有第二条，哇，就糟糕了。婚姻像养一个很宝贵的男孩，哇，太多水不行，太少水不行，太多阳光也不行，哇，没有阳光也不行，哎，刚刚好。刚刚好，每个人的尺度都不一样。结婚可能很多年，像我们两夫妻，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我太太什么都慢慢。我还干什么？我还干什么？我还要学习忍耐。这里说爱是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为了对方的好处，恩慈就是对对方的爱，对方的好处。因为他要慢一点，我就要忍耐下来。等他预备好了，我把车子擦干净一点，哎，让他上台车子可能更舒服。哎，忍耐等待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啊，也是一个艺术。你学会了，你可以在等待的时间做好很多的事。就像我今天可以有这个婚礼，有很多的预备，才会有今天的婚礼。感谢主，子阳花很多的心思。我每次到我家啊，他就要。他的一些那个笔记本打开来看，今天要谈什么？我们教会很有意思，结婚要上课，终于把课上完了，可以结婚，这是好的。
所以这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随随便便的结婚就会建立随随便便的婚姻。圣经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怎么样不可以分开，你清楚了吗？神给你预备很现实。刚才念到最后一行的时候说凡事忍耐，每一样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步调，不同的养成的背景，不同的想法做法。真的，你不要做爸爸。刚才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结过婚生了三个孩子的爸爸，他跟你讲舍己的爱，为了对方命都可以不要，叫舍己的爱，人间做得到吗？不容易。可是这个十字架就在说明这件事情，我们教会会放个十字架，就是一个舍己的爱，为了成全对方，为了爱对方，为了让我们人可以真正回到永远的天家，永远的归宿。我们都知道人间是一个客人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我们刚刚讲，那就学习爱的功课，学习神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功课，完成神托付我们生命的使命，完成。那我回去，我的爸爸去年回去，93岁，我非常舍不得，但是我知道他回去，他完成了他的工作。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多长，但每天都要认真的、认真的来照着神给我们的时间啊，我们的面对的工作使命往前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凡事要忍耐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，求对方的好处。不是我自己做神做王，是去问这个神，我生命的主，你交给我的，你要我管理的，我的身体、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时间，像马英九，连国家都交给他管，不是很容易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做错。所以耶稣基督来怎么样？他就为我们的错误，甚至说为我们的罪，他就付上了罪的代价。因为圣经说罪就带来刑罚，罪就带来咒诅，罪就带来痛苦，罪就带来死亡。耶稣基督为了成就这样大的救恩，就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王，这是一个舍命的爱，舍命的爱。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，他说假如我的肾脏坏掉了，你的孩子的肾脏刚好适合我，你愿意让你孩子的肾脏给我吗？他说要很好，要从长计议，要好好考虑这种事情，不能随便答应。还好我肾脏没有坏掉，只要真的肾脏坏掉了，我怎么办？只要答应下来，哇，不得了一件事情。你想想看，不是你自己的，你的孩子可能更爱。圣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不会走到那个灭亡痛苦没有爱的阴间，会怎么样？会得到永生，会得到跟神一样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，得到神的爱和祝福，百年以后我们可以在天上永远在一起。最后他说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不会止息，到天上还在。有很多的东西在地上会结束，可是我们的爱，神的爱，它会永永远远。我们起来吧。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一天，赐给我们宝贵的婚姻，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，也让我们在地上可以组织家庭，在家庭的爱的里面来领受爱的功课，也更在神里的教会，在教会神里的家中来学习许多爱的功课，以前我们不太了解。感谢今天有许多的亲戚朋友贵宾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参与见证子阳淑娟的婚姻。求主施恩祝福这一对新人，祝福我们大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
这时候你要来正轨，正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们两位，就是彭子良、郭淑娟来正轨。这个时候要问双方两个问题。彭子良，我在神和众人的面前问你，你愿意和郭淑娟结婚，做她的丈夫，保护她吗？我愿意。我鼓掌。我告诉见证人，你愿意照着主的教训和淑娟共同的生活，爱她，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当，终身相伴，白头偕老。郭淑娟，我在神和众人的面前问你，你愿意与彭子良结婚，做他的妻子，帮助他吗？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好，你愿意照着主的教训，和他共同生活，爱他，敬重他，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当，终身相伴，白头偕老，你愿意吗？谢谢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右手相牵，我们来宣告，请大家起立。彭子良、郭淑娟，你们两人在神和人的面前表明愿意结为夫妇，我就宣布你们俩从此成为夫妻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谢谢。我们再次来祷告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你起初造人就造男造女，立定的夫妇之伦，我现在求你眷顾这一对新人，赐给他们属灵和属肉体上的福气，又使他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彼此相爱，互相的帮助，照着主你的旨意而建立美满的家庭，诚心诚意的来侍奉你和教会和他们的家人，直到进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天家，和众圣徒同享永远无穷的福乐。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宾请坐。这个时候我要请新郎来，新娘来接受。我们请侯子郎师班来献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